接着给大家介绍一菱型小挖机，它宽93厘米，长255厘米，体型小，运输它只需要一辆小面包车，较小的体型让它在大棚果林破拆中都能大显身手，上可挖到2米5，下可挖到1米6，并且狭窄地区都是行动自如，挖掘破碎动力强劲，每小时油耗不到10块钱，一台小挖机顶上5、6个人，能帮你省下大量人工费用，是你工作中的好帮手。